我干脆放弃算了。你一定要有信心，好，你要相信我，好，我们医疗团队会尽力治好你的病人。他说你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能活大概就两年，要化疗，还要骨髓移植，哎，主治说直接有配对到五个，我决定要挑个很帅的给你。我说就是想象，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祈祷佛菩萨保佑他都能够平平安安，我才能够活下去这样子。幸运的我活下来了，一方面为自己的重生感到高兴而感恩，心中也告诫自己，现在所拥有的生命不再是自己所拥有，因为这都是很多人的大爱所组成的，所以感觉应该要更珍惜好好的活这得来不易的生命。另一方面回到病房关怀，看到病友在没有配对成功一个一个在面前倒下而失去生命，其实心真的很痛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直到悲伤对他们是帮助不了的，所以我就化悲痛为力量，决定走入人群去做干细胞周边血建档活动的宣导，希望多一个人来建档就会少一个遗憾，给我的病友们也可以幸运地活下来。